哎呀呀，小伙伴们看一下啊，梭子蟹啊，蜕皮了，蜕壳了，蜕变了，看到没？难得一见啊，难得一见的时刻被我发现了啊，看到没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看到没？他把这个壳啊蜕去了，然后长大了一倍，看到没？哎呦呦，太厉害了，软软不拉几的，现在是啊，看到没？太难得了，今天我们家小伙伴们走运了啊，走运了，可以看到这一幕啊，支持下去了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爱心，看我直播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赶海啊，发现一只贪玩的小鱼宝宝搁浅在了沙滩上，长得属实是太可爱了，但把它放生大海吧，让它回家找妈妈吧。觉得我做的对的，老铁啊，别忘了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每天赶海直播。今天来到海边啊，发现这么一个宝地儿，你看这里这么多小生物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还有一只螃蟹呢，在吃东西，看到没有？哎呦哎呦，这么厉害，你看，可厉害了啊，可厉害了。来吧兄弟们，今天在海边发现了一只小海龟，看它是在拼命的挣扎，在不向命运低头，咱的话把它们放回大海，让它回家找妈妈。如果说觉得老弟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话，给个双击加个关注，看我每天带你们直播赶大海喽。小乖乖你回家吧，妈妈想你了。